最后再跟大家公布一下，我们在海之日来就是三连休的时候呢，这间饭店一破二十要多少钱哦？这么好贵的呢？我担心你嘞，太奢华，太奢侈。想不到这个伊达这个算是北海道的小地方啊，也这么丰富的水产。哦，这个牡蛎也太大颗吧！那个那个。加油！那个鐘がいる。今捕まえてる。大家好，我是北海道女婿。那现在最近日本刚好三连休，所以我们又带老婆小孩出来玩了。那因为三连休啊，北海道的饭店都非常的贵。那我找到了这一家在这个伊达的一个温泉饭店哦。那因为价钱比较划算一点，所以我就带全家来住了。那明天要去海边玩哦，海水浴场玩。那这个饭店啊，比较便宜一点啊，外观看起来就比较普通一点啊哈。那我们就看看里面的温泉跟这个餐饮好不好。那影片的最后再跟大家公布一下，我们在海之日来就是三连休的时候呢，这间饭店一破二十要多少钱哦？来，今天带了连滚、连滚，还有奈美惠出来。今晚入住的饭店叫做伊达温泉，然后这个大厅就是一般就是很 local 式的温泉饭店哦，带大家来看一下哈。这里也有提供日归温泉哦，那大人的入浴料是490哈，啊，价钱自己看一下哦。然后这就是一个很 local 的这个地方性的温泉饭店哦。那价格很便宜，那房间是没有这个厕所的哈。我第一次住这么 local 的饭店，你看到厕所这边好像男厕女厕在外面，然后这边连这个洗手台啊、刷牙都要在外面哦。我们今天住的是2222哦，三个二，看一下哈。加啦加，好吃！哇，就是一个很大的房间，虽然里面没有这个厕所跟卫浴哦，哇，这外面就是田园风光哎，哇，然后右边这个这个火山是昭和新山哈。local 归 local 啦，外面的风光非常的漂亮哦，哇，还有夕阳。然后这边那个浴衣啊、浴巾啊、牙膏、牙刷都有当然就要去外面泡汤了哦。来啦，我们晚上来这家居酒屋吃晚餐咯。那我还是第一次进到这个伊达的市区里面哦。那整个街道说实在还是蛮安静的啦一个这个很安静的一个小镇。全部北海道のお刺身で。来啦，我们来点一个这个生鱼片大冰碗，大约这一盘6000多日币哦，非常的丰富哦，那全部都是这边烹火湾当地的食材哦。哇靠，太新鲜！看这个牡丹虾，这牡丹虾很大吃哎。错，来到北海道一定要吃海产啊，这整盘实在是太划算了。还有这一片片的，他切了一颗北海道的鲍鱼哦，北海道的鲍鱼非常的有名呢。然后切了一个北极贝，看哦，切好的，太奢华，太奢侈，想不到这个伊达这个。算是北海道的小地方啊，也是这么丰富的水产。大家如果下次来到伊达玩的话，我会把这个居酒屋的讯息放在说明栏哦。
来啦，这是我们吃的早餐哦。那基本上是非常的简单，就是真的就是一般日本人在家会吃的早餐的样子哦。那就是有一个鲑鱼，有一些腌制的配菜，然后有一个蛋哦，然后这个哦日本的味噌汤，然后还有纳豆哦。那日剧里面哦，看日本都是吃这样哦。那个这个是餐厅的样貌。好啦，那我们要 check out 了。那我总结一下这一间这个温泉饭店。那这间温泉饭店就是一个很 local 的温泉饭店，房间非常的大，真的非常的大，但是里面没有这个洗手台、厕所啊、卫浴都没有，都要去外面的这个饭店这个附设的温泉哦。那它的温泉的泉质非常的好，带有一点咸咸的。那它有一个户外的这个温泉哦，那水温大约只有38度左右，所以呢小朋友也可以泡得非常久，而且呢环境空间都非常的大，我非常推荐哦。那价钱也非常的漂亮哦。那我们一个大人含早餐是5060日币哦，然后呢我们今天是3连休出来也是一样的价钱，那小学生半价哦，那幼儿更便宜，那价钱我没有记，那我只是记得我们一家四口，两大，一个小学生，一个婴儿，只付了15000多日币而已哦，而且现在是日本的3连休哦。那如果你就是路经洞爷湖啦，或者不知道要去住哪里，那想尝试一下这个很日式、很 logo 的这个温泉饭店，就可以来到这个伊达温泉来体验看看哦。那我们现在要去这个他新开的一间海水浴场，带小朋友去玩水了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那刚刚有问的饭店呢、啊，一个人也可以来住哦，只是说一个人然后两个人的这个房型会小一点啊。如果你是4个人、5个人啊，可能就会住到我刚刚那个这么大的房型哦，都是饭店排好了。那因为这个价钱啊，你要再去要求人家太多了，有点说不太过去哦。来到了这个有珠海水浴场，那小朋友都去玩水了哈、哦，那我们就在这个海滩旁边 BBQ 哦。你看我们北海道都烤什么？没有这么的澎湃，全都是海鲜。看来还有北海道的扇贝哦。哦，今年初的 BBQ， 哦，超新鲜啦。貝がいっぱい。美味しそう。第一次来到海水浴场，初めてでしょ？うん、初めて。お、大きいね。はい、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看到没有？我们大北海道烤肉都吃吃这些东西，这个牡蛎也太大颗吧？でかすぎる。ちょっと見て。来，我们等一下带连根去坐香蕉船的香蕉船。いただきます、出发了，拜拜拜拜，ハーレンくんジェリーバ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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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。レンくん手離しちゃダメだからね。
说。啊！传说完。失敗だけ。何何？楽しかった？怖い？不会不会害怕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台湾的比较可怕。台湾有吗？台湾有啊，在垦丁。哦，真的。在垦丁湾那个香蕉船都会一定倒下去，掉到海里面。啊，真的。林根，どう？またやりたい？林根。林雅根，林根，摸一个，对呀，今日はレン君がすっごい楽しんで遊んでました。やっぱり子供たちは海が好きみたいで、もうずっとご飯も食べないで一日遊びました。那这个海滩呢、啊，很多设施都已经用好，然后小朋友玩的真的是超级开心的。那差不多呢，我们就要开车回札幌喽。札幌帰ります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，拜拜。拜拜，また見てね。来到海水浴场了，你看绿油滚穿的这么可爱，那要跟可亲密的。哥。啊，走。待って、ここなんていうビーチだっけ？何ビーチ？